当开始了吗？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其实花莲火车站附近，我自己很喜欢花莲，我觉得花莲火车站附近的腹地是可以有很大的使用的潜力。对，那如果对于脚踏车来讲，有可以充电跟休息的地方，我觉得应该会鼓励更多人来花莲或者是花东骑脚踏车，就是一个他们这样子一个活化，做成像青年旅馆啊这样子的一个设施，你觉得这样子有活化到整个旧停车的？我觉得会促进周边的商机，应该是还不错。那花莲其实也有很多的背包客栈，我觉得它可能跟旧车站的结合会是它的特色之一。好，谢谢，请问贵姓？刘。刘，好，谢谢。对我们，只是说对单车来讲吗？对你们来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嗯，怎么说？那但是就是我希望它的动线呢，可以让单车，就是因为我们要牵着单车嘛，哦，进入车站可以更清楚。然后更简单、更省力，不要让我们搬来搬去。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要搭电梯，那电扶梯，我们有时候也会跟一般的旅客会有可能会碰撞啊。那对一般旅客来讲也不是很好。或许他们可以坐大型一点的电梯，或者是专用的可以牵脚踏车通行的道路。比如说我们都要一直去扛着脚踏车会很累。好，谢谢，请问贵姓？我姓蔡。蔡，好。改建成新的，然后旧的地方它要改建成这个青年旅馆，或者是自己的附近这样排商场这样，你觉得这样有活化到整个旧厅舍吗？有。怎么说？因为客栈的话是比较少人来，如果说把它改成刚刚说的那个什么青旅那一些或旧站的补给站什么之类的话，可能会带动这一带的那个景气。好，谢谢。楼上，对啊，我今天听新闻说寿面不一样。好，站长，我们说一下，我们新的、旧的这个两个站要怎么样来规划？今天呢，我们的新站启用以后，就要接续第二阶段的，要接续第二阶段的工程，就是把旧站体哈做一个改善。那旧站体哈，我们会做一个自行车补给站，那这个新站旧站中间也有花园，有植栽。那个对未来的话都就是要打造成一个花园车站，那这个旧站体，做局部的改善，也会有青年的旅馆，未来就是会让我们的旅客、我们的自行车骑士有一个比较，理想舒适的休憩的地方。第二期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第二期的话，如果严格来讲是今天启用，它明天就开始，就因为我们旧站体就已经全部都封掉了，那就是它的施工起整开始，那预计在明年的十月，明年的十月就会正式启用。那如果在它的工期是预计是十个月啦，本来是八月，不过就是他们暂定在十月再启用的。主要是要打造大概几间房间的一个旅社。这个我们还没有仔细的去了解。所以在前就那个旧站本身就会做成旅社的一个部分。对，那比较重要的是自行车补给站。